个游戏，机智的问答。每组呢派出一人站在人物立牌后面依次进行提问，最快猜出立牌名字的人积两分，第二名积一分，最后一名不积分，最终根据积分排名领取线索。首先第一组有请阿娇、迪哥和黄子。上本上本，来，三二一。你是啥？天哪，这个好难。哎，杨迪，你这个很难。请问一下，我还活着吗？我还活着吗？哇，这个精准。嗯，有一种阿娇姐回答，我不想听她说话。永远在我们心里。哦，那就是已经可能没在了哈，这和这不得罪他哈，有点得罪其实，有点得罪他，在大家心中可能是一个很有名的角色人物。我是个男生吗？不是。我现在还活着吗？还是来这一套，永远活在我们心中。有一部分是啊，换了一种方式活着。对，请问一下黄子，有看到过我吗？当然看到过，旅游的时候。旅游的时候。他问的好聪明。好，他已经知道了，他在装。哼，我是景点，我肯定是很有名的景点。我是一个。外国人吗？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。我这个是外国人吗？谁？我这个是外国人吗？忽然看不清什么？听不清？哦，是。请问你喜欢我吗？你喜欢我吗？喜欢，是我的偶像。哦，我是你的偶像。是个演员吗？你在很多领域都很红，比如说影视行业、电竞行业都有一席之地。啊，电竞，没毛病。我这个人名字三个字吗？不是。我是三个字吗？可以是，可以是。不不不，就是说，就是说你一见到我，你会几个字叫我？不会叫你好吗？不会叫你。不会叫你啊？你不叫我。好奇怪的叫你，可能就啊啊啊啊。行，我下，我再留你们一轮哈。我是不是妲己呀？我是不是妲己呀？哦，这都啊，是是吗？苏妲己，妲己，怎么突然猜到了？他演过的，他演过的。我这个是人吗？是啊，你以前是人。啊，你以前是人。你笑吗？你跑不到哪儿去，你笑吗？嗯，我请问一下，我是只有我一个，还是有很多？还是有很多？还在问，我是不是兵马俑？不是。我已经答对了哈。好，恭喜迪哥答对。好厉害啊，他很厉害的，真的。哎，只差你了，把它挂上去吧。黄子，你再问问题试试看吧。我是超级英雄吗？啊，不是超级，不是，继续问。80%的开心，2%的恐惧，6%的喜，神像吗？不是，漂亮的。你站在哪里，他都会看到你的。你很贵，来很多人去看你，想得到你。啊 ，Warning。Bonjour，Maxi，Comment ça va？蒙娜丽莎吗？
不对，不对。我打死你。对的，对的，对的。来，有请下一组，请揭晓。哇！很难是吗？加油加油！那从小童开始问吧。我这个是古装的还是现代的？很难定义。为什么很难定义啊？因为没有那么简单，没有那么笼统。肯定不是古装，算现代。我的是活着的吗？对，是的，是的。Yeah yeah yeah, still alive。对对对，健康的一个活人。这个、我这个是三次元的真人角色吗？不是。他有什么技能？他招巨多。我们不知道说哪个。别了药了。就他脸上的皮肤有点问题。啊？哇，你这个说的好刁钻，但是好准确啊。我有他的微信吗？我有他的微信吗？有可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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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多么有可能？下一个问题，这是下一个。没有，这个连着的，还没有微信。没有。我是哺乳动物吗？问题啊，问到了，不太会呈现这一面吧？没有想象过，我不是人，然后我又没有呈现出我是个哺乳动物的状态。你不需要知道这个。对，他的点不在性别和哺乳。真把他当个动物在那儿问。这是我。我是胎生的啊。我是网络游戏里面的人物吗？他不会想成那个游戏皮肤了吧？没有，因为我想皮肤是技能，不是王者荣耀。放掉皮肤，想想别的，问问别的。啊，我知道了。我这个人他是干什么行业的？唱歌跳舞。我有主人吗？有，你的主人是哺乳动物。名字是几个字的？名字几个字？数哪个？数哪个？数下面的，来数。翻译成中文发音。数哪个？数上面还是下面的？数下面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。翻译成中文发音。翻译成中文发音。啊，这是我们队的四个字，四个字。来，下一轮的问题。你为什么会说他很健康？因为我不好意思说他不健康，不太好吧？你问具体一点，具体一点。你是说健康是什么意思的健康？不好的方向健康，还是这个胳膊是不是很大的胳膊？他肚子就哪来这么多问题？闭麦，下一个。我的属性算小精灵吗？我是多比，多比，多比，我是多比。多比，瞎养小精灵，多比。多比。多比 is me。来，小童。是哈利波特吗？对对。哇，你的扫帚飞。我有跟他一起合作过吗？有。你有卫星的人有很多吗？你有卫星的人根本不多。来这边。我这个小精灵皮肤是什么颜色的？哦，问得到点。问得到点。问得很好。跟我们一样，黄皮肤。我几岁？二十多岁。好，下一个。我是皮卡丘。哎，牛！从宠物小精灵到家养小精灵。加油了，老师。我想哭。来，我们帮你。我们四个站在这儿，你看一下。开始猜。奥迪三花粉。啊。你们觉得这个口号里好奇怪哈？怎么回事？奥迪三花粉，奥迪三花粉。
谁啊？啊，明浩。气死我了。好难哦。迪哥组可以获得一等线索，阿萨你们组二等线索。好的，阿娇姐等您的线索。这是你的一等线索。又到了投资时刻，我们稳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拿到线索，那个一等线索棒极了 ，all in，all in， 对对对。其实我们肯定就是逮了一个有收益的 all in， 无论它是什么，只要它不是负的，我们就赚。我们很不利，我们没有线索。我们大胆一点。我知道我们要大胆，我们肯定要 all in， 但是我们现在 all in 也不会赢。如果要赢皇子的话，我们必须要问迪哥借一点点钱。为什么要赢皇子？因为我不想当最后一名。哦。迪哥，来来来，没有，等一下，你们有什么想法？我们是不是很久就说？杨总你好，你们好，迪哥啊，好舒服，对，帮你擦一下眼睛好吗？对，你的裤子。希望你的公司可以注资来我们公司。我能得到什么回报啊？投资你们公司，这马上都要录完了。我问你，你想成长多少？你问你自己，你要什么？你的人生你要什么？你想赚多少你就放多少。哦，我在我那儿挺能赚的，我们都是一个买卖，没有，你投到我们这儿，然后我们的演唱会你都免费看。而且演唱会赚的一部分赚的一部分。Harry， 我们在玩游戏而已。我们在玩游戏，我看呆了。必须有命，就这样了。这样，我看哈，你的任务就是想要把皇子他们公司，我们不想做最后一名。我们可以直接送你们200万，好，就 OK 了，你们拿去用。反正我们不要做最后一名就好了。我们送他们200万怎么样？200万有看头综艺吗？综艺，贺一觉得呢？500万给他们。多了，你也有毛病。500万给他们，200万刚刚好，200万我们 all in， 我们也不输。是这个还是两个分啊？我觉得应该是这个。哇！你才发现啊？科幻电影获得市场认可，我还以为独一份儿。那个，不。OK， 好，那没办法了。我们也不要，绝对不会玩。哎呦，谈了那么久，啊，算了，哼，我们放弃了。贺一，你们选什么？你有没有什么提示啊？提示啊？跟你有关啊，跟你有关啊，我们重庆家人。哦，真的吗？ Of course， 那行，那就都排除，都排除，都排除，因为这个从这次节目利益，还是从对吧？还是跟你有一定关系。我们格局没那么大。我觉得有的，不然他这一趴落点收不住。来，最后30秒。那我觉得就这样吧，无所谓，成败在此一举。可以，一半有点，就要挑一个。你觉得他更倾向于哪个？这个都加这么多了，他觉得那个前面有一个这个肯定是赚的，但肯定是赚不多。他觉得没有下面那个多。对，这已经有300。我也觉得，就他了。All in， 胜败在此 ，All in， 怎么样？好，来吧。不聊了。虽然迪哥是赢了。但是他输了，他人生输了。我们虽然输了，但是我们还是有面子。
的衰败有荣啊，衰败有荣。好，三组都已经这个投资完毕了，那我们马上公布最后一轮投资的结果。三、二、一，请公布。哎呦！迪哥组最终的金额是1374.9万，恭喜繁花和华泽类组，金额324.65万。我们是第二名啊！我们是第二名，终于 ，Henry， 我们终于不是垫底的了。黄子组，哎，142.75万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原因是黄子 all in 了重庆假日。天哪，机器整个企业都重启了，企业归零，哎，越理越没。各位，我们现在就转场外面颁布这个最终的获胜奖。